其實我哋紫樂會四個 founder 四個成員咧，本身真係嚟自唔同嘅，即係讀書啊、做嘢唔同嘅地方，教會亦都係唔同咯。即係我哋四個嘅共通點都即係有個好強嘅信念，就係我哋有信仰基督徒啦，同埋我哋即係都好相信先貢獻好成就嘅。咁當初其實係芬芬啦，佢喺大埔自己每個禮拜都會去送即係探訪啲拾荒者。咁而我就搞一本免費雜誌，就係鼓勵年青人有夢想啦。咁所以我就即係上網會睇好多呢啲嘅故事，咁我就主動聯絡佢，咁我亦都除咗訪問佢啊，我亦都話啊，好想成立一個義工團隊啊，咁所以除咗佢之外，我又揾咗即係我同佢之間咧，又揾咗另外兩位好有心嘅朋友，咁就一齊成立呢個會，都好感恩啦。突破佢哋主動提出話啊，有個音樂會即係可以將收益撥捐我哋紫樂會，我哋都好感激嘅。安排一些可能低收入家庭的一些小朋友啦，我們就去籌錢，就在西九龍那邊有個黃色的熱氣球，某公司的，我們就去免費給那些小朋友上去個熱氣球裡喊自己的夢想是什麼，然後就下到來將他的夢想畫出來。其實我看到那些小朋友呢，他們畫自己幅夢想的圖畫的時候呢，有熱氣球在後面，我相信都對他們來說這個活動都挺難忘的。聖誕節那時候就大家就搞，即我們紫樂會就搞了一個活動，咁就係大家一齊送啲小蛋，即係好得意嘅蛋糕仔啦，就去探訪上環同埋西環一帶嘅，即係街邊嘅婆婆啊、老叔姐咁樣，咁好慶幸啦。咁 Carrie 都俾咗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咁即係我就教大家義工整蛋糕啊、decoration 啊咁樣，跟住就大家將大家嘅夢想畫喺啲蛋糕上面，跟住就好有心意，即係包裝佢啊，跟住就送俾一啲嘅老叔姐咁樣咯。其實我哋一路做嘅活動都唔係淨係傳媒報道嘅，送糖水俾拾荒者啦，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service， 主要背後都是希望社區是多些關懷、多些愛，以及鼓勵年輕人在服務當中都是找回他們自己的夢想。歌聲延續出嚟都唔難，堅持嗰下難咯。即係正如好似我每個禮拜探訪，咁其實咧有好多啲同年紀啊啲人咧見到網上平台見到啊揾我都話我都想參加，我會覺得其實第一次真係唔難，出於好奇心啊去探訪去體驗一下，其實真係唔難。但係如果我真係問佢一句，你咪真係 commit 於呢班人，即係想長期都同佢哋相處去接觸咧？但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但如果我們感染到的義工是可以因為跟過我們一次來，他們由一個 follower 的角色變成他們回到自己的生活，他們的社區，他們都做一個 leader 去發起他們可能有個夢想，是即譬如好像林林金的我喜歡整嘢食，那可能回到他們的社區一樣是服務當地社區不同的 project， 那我們反而是想見到這一樣東西。那我們都不斷透過不同紫樂會的活動啦，鼓勵義工，我們要跟你說，你這班義工不是我們紫樂會的支持者，而是你們都是你們團體之中的領袖，可能你們將來做完我們一些 service 覺得感動的自己去自發，用一個領袖角色你再帶一班人回來去帶著他們去做。
咁唔好睇小自己能力咯，要睇自己要大啲咯，要玩一个更加大嘅游戏咯，而唔系好似永远都活喺个框框里面咁啊！我依家就系搵紧万零二万蚊，我点样可以置业啊？即系烦扰喺呢啲咁琐碎嘅事上面。系啊，年青人可以玩到好大嘅。咁我就鼓励大家年青人啦，最紧要多啲，即系要有梦想啦，即系唔系斋想咯，系真系要实质去行动出嚟咯。因为其实梦想你得把口讲系可以好易，但系当你实质去实行去，即系立定决心去写出嚟去做出嚟嘅话，其实系一件难事咯。唔好一开始考虑太多嘢去行出第一步，因为我觉得年青人有的是時間，有的是可以冒風險，但當你這一刻你都不願意踏出第一步去試的時候，其實你不要想著將來你更加有錢，又或者你可以有更加多的空間去做的時候才會做，因為當人成長的時候，其實你的限制你的障礙只會越來越多咯。其實最重要是有夢想啦，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想貢獻社會真的是夢想來的、想做社工很有愛，其實有些夢想對你來說可能是、我想賺點錢令爹地媽咪有好的生活、所以要努力做事，其實這些都可以是夢想來的。Something